軍聯國際集團日前在聖卻博士舉行美國總部開業慶祝晚宴，並且舉行剪彩儀式，宣布美國市場全面啟動。多名的民選官員、僑界和商界領袖出席活動。軍聯國際集團董事長嚴峰在致辭的時候表示，軍聯國際集團自成立七年以來，經過不斷的發展和創新，得到了迅速的成長。集團生產的軍聯糖排冬蟲夏草保健食品通過了多項國際的產品檢測認證，產品得到了非常高的榮譽。軍聯國際集團隸屬在福建軍聯天下投資有限公司，公司持著以人為本、顧客至上、共創雙贏的理念，憑藉著領先的冬蟲夏草提取技術並且銷售價格的優勢，立足娛樂產機，令到每一個人充分地了解到冬蟲夏草，並且通過對冬蟲夏草的了解和推廣到每一個人，帶來健康和財富。